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85面，285面，我们从经文看起啊，倒数第四行：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昨天我们讲到这一段的开头啊，这今天接着讲，还把经文呢念一遍啊。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右章的右面这一章经文里面有三愿啊，生我国者，善根无量，这两句话是总说啊，总说。就是说下面这三桩事情，三桩事情都是无量的善根啊。善根者是身口意三业之善，故不可拔为之根啊。这善为什么叫做根呢？啊，这三善就是身口意，实际上呢，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前面的三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身善啊。淫这个词下意的是讲男女之色，广义的是讲所有事情做得太过分了都叫淫，无论什么事情这淫是过分了啊。所以这个两种意思都要懂啊，你才晓得佛法这个含义深广无尽啊。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不倭寇，倭寇是说话很难听啊，很容易得罪人啊。所谓是口为祸福之门啊，啊，自己无意，别人听得有意，记恨在心，冤冤相报，生生世世啊都没有办法了结啊。所以造业的时候非常容易，受报的时候其苦无穷啊。不是佛法告诉我们，我们哪里会知道啊？啊，意三善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十善就这么十条，这个十条要给你细讲。阿罗汉的小乘细讲，讲三千条，叫三千位业。你看看展开来，真的是无量无边的。归纳起来就这十条啊。菩萨呢比这个更广了，菩萨说的更细，说的更详细，84000条啊。真的有吗？不止，84000条是归纳啊。要是讲到圆满，十方三世一切如来跟你讲，
讲无量劫都讲不完。这话是真的，我们现在能体会到，能懂啊，《华严经》上看到啊，啊，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三种周边，啊，贤首过失在《还原观》上讲的，啊，《还原观》我们学过两遍，啊，那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所以佛法我们今天有理由能够相信啊。我的估计20年到30年之后，佛法不是宗教，宗教在这个世间灭亡了，没有了，佛法存在。佛法是什么？佛法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今天的科学家所研究得到的结论跟大乘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宏观世界研究的这个太空物理。啊，讲到这个宇宙的边际跟佛法讲的相同。啊，他们的结论是科学的技术能够观察到的全宇宙的10%，但还有90%的宇宙不见了。我们听这个话听得懂啊？为什么不见了？我们知道佛在经上讲过，回归自信。自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所以你没办法见到它。啊，用什么方法能见性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见到了。啊，科学家没放下，完全用第六意识。啊，微观世界，他看到了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的业相，今天科学家讲玄的定律，啊，震动，阿赖耶的业相就动，一念不绝，那是震动，极其微细的震动，而且速度非常快，就频率很高。啊，阿赖耶的转向就是能变。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所变，不容易啊！近代科学家这种成就啊，佛经上预言的完全兑现了啊！用意识啊，去观察事出世间一切法，佛说了，外面能观察到。变法界、虚空界，向内呢能观察到阿赖耶，唯独不能见性，因为它是妄性，妄见不到真。啊，自性是真性。啊，真能见到妄，妄见不到真，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现前了，真就现前。啊，所以科学家到这样的境界，成佛的边缘呢，他要能一回头，真的一切放下，这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这些成就对我们修佛的人很大的帮助。啊，因为在过去只有。入定甚深禅定当中，那不是四禅八定，也不是十法界里面的定，四禅八定是六道的啊。出世间禅定通常是讲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
十法界的佛。啊，化身菩萨所得的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就是连起心动念也放下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境界我们还没法子体会。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什么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读到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那个。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的境界。我们今天读了，读了还是跟着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读了的时候，知道四十八愿的皮毛，四十八愿的骨肉我们接触到。啊，事出世间圣贤之法，都要懂得这个原理。啊，没有真诚心，佛菩萨圣人来给你讲，你也是得一个皮毛常识，你没有办法契入，你没有办法得受用。啊，想真正得圣贤佛菩萨的受用，那就得放下。啊，这经上前面我们读过的头一个放下身见。这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啊，昨天我们所读到的身见乃见惑之首，见惑不断呢，则不能入身流，势必常轮生死，欲出无期。这经上讲多清楚啊，你还执着这个身生活，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入不了佛门。我们今天学佛，学的功夫再高，学的再好，啊，天人赞叹，你是佛教幼稚园的学生，没有进一年级，你什么人进一年级呢？身见放下了，没有了。啊，就是五种见惑断掉了，啊，身见断了，边见断了，边见是对立，啊，不跟人对立了，不跟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的对立的念头没有了，这边见破了，啊，然后再是见取见破了，见取见破了，这两种呢，我们中国人叫成见，就是现在人家。主观观念，啊，我以为怎样怎样，啊，因上的成见，佛法叫见取见；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就没有成见了，就是没有意见了，啊，没有意见才能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才有真智慧呀。你有成见，成见是烦恼，是你的执着，坚固执着啊！啊，幕后还有一条，凡是与自信相违背的邪见，这五种错误的见解，通通断掉了，你才入佛门。小乘证须陀洹果，大乘华严经上实性为菩萨，你是初性为菩萨，小学一年级。啊，我们常说小小圣，小小圣很难得了。他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但是绝不堕三恶道。啊，为什么呢？他真的第一个不退，位不退，他的地位不退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呢，不会往下退转。啊，这才叫真正圣人，叫圣流。啊，小乘初果以上，啊，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啊，
确实如此啊，这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说佛门里面容易成就的人，两种人，为上智与下愚。啊，上上根人，就一文千物啊。啊，哪一种人呢？在中国，唐朝时候，慧能大师，上上根人，没念过书。啊，他一听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啊，一下就超越了41个菩萨戒位啊！啊，悟了之后，你问他，他什么都懂，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世尊49年所说的经，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能够把学习这一部经有许许多多障碍的人，帮他破迷开悟，啊，帮助他证果，所以善导大师讲的话非常有道理啊。我们人不要自己飞波啊！我们能不能在这一生成佛？能不能在这一生成为化身菩萨？善导大师说能，但是有一个条件，总在于语言不同。你看到你遇什么语言？你要遇到上上的语言，你就有上上的成就。语言不同啊，这个话说得好啊！啊，凡夫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做到花开见佛，一往生就花开见佛，啊，那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阶级呢？啊，华严圆教初住以上，啊，也就是说，你一生能够达到跟慧能大师同样的境界，那语言呢？啊，但是他用的是净土，啊，净土的书生，没人能说得出来啊，所以叫难信之法。啊，黄念祖老居士，这我们是非常好的同参道友。啊，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我们两个碰头的时候，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他是修密的。修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依照密法成就的，依净土成就的，绝对不止6万人。这就说明，啊，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啊，把这个法传给我们了，我们的语言殊胜了。啊，但是今天众生业障深重，虽然是佛菩萨传法，也很难得受用。原因在哪里呢？嗯，自己的业障太重了。啊，最严重的业障是什么？是不敬，就是不孝不敬。这在今天全世界普遍的，是没人教啊，不孝父母啊，不敬师长啊，啊，敬业三福头一条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不是老师要你敬他，那个老师不是好老师。啊，不是老师是要你敬，是你敬是你的性德，你自己的性德流露出来，它自然是这样的。你不但敬老师，你敬一切人呐。啊，你看看儒家的东西，你展开《礼记》第一句话说：“去礼乐，无不敬。”没有一样不尊敬啊！你对待蚊虫蚂蚁也尊敬啊！我们的合掌成菩萨了。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尊敬啊。天主教的教皇，你看每到一个这个先以前没到过地方，他爬在地下就闻大地，对大地致敬。那无不敬，他表现出来了。啊，沉浸就是入佛之门啊，所以我们今天对经教不尊重啊，没看在眼里。所以佛菩萨来跟你讲，你也听不懂，你所听的是皮毛常识啊，没恭敬心啊，这是今天的整个世界普遍的现象。所以他是这个是地球会有大灾难，原因在此地。孤身先行，事出事前叫什么？没有叫别的，就叫一个沉，叫一个静。啊，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在台中学教。啊，学经教，到台中本来是想去听经的，啊，学佛法，没敢发心讲经啊，啊，这个是圣贤人的事业，我们不敢起这个念头。老师劝我。啊，跟我说，今天经学班开课，上课。李老师的经学班有20多个同学，都是学讲经的，一个星期只上一堂课，3个小时。啊，不是天天上课，他没那么多时间的。啊，所以一个一年才上40几堂课，大概45堂课啊，还有放假过年，那个日子扣掉的，实际上一年只上45堂课，啊，一堂课3个小时，啊，我到台中去亲近他老人家，他那个班开才1个月，所以我只是前面4堂课没听，第5堂课他要我参加。他说：“你去看看。”我说：“好。”我就旁听，坐在背后。那这堂课上完之后，我就跟老师说：“我可以参加了。”啊，原先害怕，没自信心啊，结果看看班上同学，我可以说一半程度不如我，那他们都能学，那我怎么不能学啊？里面对我们最大一个鼓励的人，林堪志居士。他60岁小学毕业参加，那我们才30岁啊，年龄给他少他一半，我是30岁，那我是初中毕业。那他60岁小学毕业都有这个胆子去参加，真讲得好啊，发源殊胜的，这个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啊，这是古人所讲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林堪志对我鼓励最大，我看到他的时候没话说了。啊，所以才正式向老师报名了，我参加。
啊，那我是他们那个班里头排名最后的一个学生，老师是按报名先后的，我的排名在最后，可是我在班上，我对于佛法，对于老师那个恭敬心超过他们。所以我的成绩的时候呢，也就超越大家了。这不是什么，你念得多学得多，与这个不相干了。真诚恭敬，与这个关系大了。所以这叫根，根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下面罗什大师说的。坚固善心，有善心，一定有善因，一定有善心，所以用善心呢，就包括了身口意，身不可拔，这样根呐。那么这个根，固然有过去生中的因。那叫续根。但是这一生当中关系很重大。这一生是这一生要从小培养。养什么呢？养孝心。养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这要从小养。过去有续根。这一生从小在养，那个根就是真的是深不可拔了。我这一点小善根是这样培养的。我们生长在农村，10岁才离开农村，住到城市里面，所以这个根呢，都是在农村时代养成。农村人很少读书，但是心地都非常善良淳厚。这是都市人远远比不上的。都市人读书聪明善巧。但是我们讲善根呢，远远比不上这个农村人淳厚啊。我们从小不敢违背父母之命，不敢不尊重长辈。从小就受这个严格的管教。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在外面玩耍做错事情，不仅是父母责备，父母没在，路人。在村里走路经过的人看到了，都把我们教训一顿。我们小孩都毕恭毕敬，乖乖在听。父母看到的时候，向那个客人感谢，要道谢。你就想到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现在小孩子父母教都不听呢，那别人更不必说了。不但不接受，他反抗在这种情形之下，敢不敢教呢？不敢教了。老师不敢教学生，为什么呢？不愿意跟学生结冤仇嘛。他不愿意接受就算了嘛，你何必呢？这是李老师告诉我的。我们进修班有两个同学，老师对他很客气。我们都感觉莫名其妙啊！老师为什么对这个两个同学非常客气，从来也不问他的。但是真正肯学的老师有打有骂。对这两个很客气。
啊，我们看得奇怪，老师有一天把我叫到房间里，告诉我，那两个人是来听课的，不是来学习的。啊，他有过失，你这一说，他脸上马上红起来了，这不能讲了，再讲就结冤仇了。好，我明白了。啊，所以我们才这样，才真正懂得古人所讲的一分恭敬教一分，两分恭敬教两分，十分恭敬教十分。啊，不恭敬的不能教。老师是看到你的恭敬心，就知道你能够接受多少，他就教你多少。教多了，你装不下去，漏掉了；教少了，对不起你。你看，这叫契机呀。这关机怎么关的？完全是看你处事待人接物，你有几分诚信心。啊，所以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我只知道他是个很有名气的教授。啊，是我们家乡人，啊，盼同乡嘛，啊，他是桐城派的后裔嘛，那我们家乡就属于桐城派的，啊，距离桐城25公里。很近的地方嘛，那就跟他攀这个缘，啊，想去旁听他的课，写一封信，写一篇文章寄给他看，啊，他回我的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那一天见面就决定了，啊，不让我到学校去听课。每个星期天在家里给我2个小时，啊，上一堂课2个小时。我跟他学哲学是这么学来的。他的小客厅、小圆桌，啊，老师一个，学生一个，我们这样学出来的。根本就不认识啊！以后想想是什么原因呢？恭敬啊，我写的信规规矩矩。公开写的，啊，写了一篇文章2000多字，也是毛笔端端正正写的，啊，没有一个字是潦草的，啊，我想大概就是个原因，啊，他在教书教这么多年，可能没有看到这样恭敬的学生，啊，所以特别。找时间来教我，我一直到他以后过世了，那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啊，这个消息传到我这边来了，老师走了，啊，那我3天之后这篇讲经圆满，我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秦孝仪报告，我才知道他是蒋介石先生的老师。如果我要早知道，边都不敢碰啊，不敢亲近这个人了。啊，你看我跟他20多年，他从来没提过。啊，见面不是讲学，就是话家常。啊，老总统跟蒋经国都是学生。啊，你就晓得那个沉静多重要。啊，我遇到这3个老师都特别教我，张家大师也是的。我跟张家大师学佛。啊，这是藏传的4大喇嘛之一。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学生，
啊，西藏两个，达赖班禅，蒙古两个，张家跟哲普尊丹巴。啊，这四大喇嘛，只有张家一个住在北京，以过世的身份，啊，清朝历代的帝王都跟他学，啊，疑难杂症都向他请教。啊，张家大师教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每一个星期天到他那去，我跟他3年。我的佛法基础，他老人家奠定。啊，我出家是他命令，他叫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接触，正式接触佛教，第一本看的书是张家大师给我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是《大藏经》里面。释迦谱、释迦方志，他告诉我，学佛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向他学习。你要不认识他，你会很容易走偏差、走错路。啊，中国大陆讲你走弯路。啊，所以我才真正知道，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少年，多才多艺，好学啊。19岁离开家庭，到外面去参学，啊，印度的宗教学术，这些高人都请进过。啊，真的是广学多闻呐！啊，以后我们深入经藏了解了，这释迦牟尼佛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给谁看的呢？给现在说知识分子，他专门给知识分子。哎，你们不是广学？那个我也广学多闻。啊，你看我怎么成就的？啊，怎么成就的？到最后，你看在菩提树下、毗婆罗树下。以后就叫菩提树了。把所有学的东西，他学了12年，19岁开始学嘛，到30岁，学了12年，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那个玩意是什么呢？所知障啊！你学的那么多东西啊，啊，烦恼障放下了，所知障放下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学的那个东西不放下不行，像我刚才给诸位讲的科学家了不起啊，啊，你看能够用科学的这个些技术仪器观察到宇宙的边缘，观察到这个量子啊，量子就是佛经里面讲的极微之微啊，他要是个东西不放下，他不能见性啊，那就叫所知，所知障啊，障碍你明心见性啊。这个东西放下，那他就成佛了。啊，他烦恼障早就断了。啊，所知障难断了。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不是学很多东西你无所不知啊，不是的。啊，你说孔老夫子当年在世。有人问他了，啊，你老人家这么有智慧，啊，这样的有辩才，你一定学了很多东西，读了很多东西。夫子说没有，我也没有学很多，也没有读很多。吾道一以贯之，那个一是什么？佛法讲一心，弥陀经上讲一心不乱，实际上就是诚心。真诚恭敬，人家一问，自信的智慧应对，这不是学来的。
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你自性变的，你见了性，哪一样不知道呢？哪一样不明了呢？你见性全明白了，一以贯之。啊，这一心多重要啊！啊，所以学东西，啊，叫你学一部经、一门深入，那是方法。唯有一跟一心才相应，太多了跟一心不相应。啊，太多的时候就变成知识，一门就变成智慧，不一样啊！啊，佛开八万四千法门，不是叫你通通学啊。那你就傻了，你完全学错了，你不懂如来真实意。八万四千法门是说世间八万不同根性的人，是这么个意思啊。每个人得的并不一样啊。对症下药，药到病除，那病就好了吗？那每个人害的并不一样。那个处方怎么可能一样呢？这叫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你要想病好，只能用一种药就好，就能好。你用多种药的话，那你就早命就早完了，那中毒死了。所以佛法也是毒药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佛法要错学了法门是毒药啊。啊，断送了你的法身慧命啊，这个要到要知道，就像药店里药都是好药啊，可是那些好药你通通拿来吃的时候必死无疑。你到中药铺去啊，你随便去买个30种40种你来吃，你看看你要不要命啊。所以等医生给你处方，你害什么病用什么药，不能用错啊，还得分量恰当啊，不能多不能少啊。这种常识我们有，佛法也是如此。法药啊，对治我们烦恼习气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些话都是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个法门啊！你看我们学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53个善知识所学的法门都不相同，善财用什么样的心去对待？真诚恭敬啊，门门都听，但不是门门都学，门门都听说，我门门都知道。善财学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啊！你看他第一个是我们中国人讲先入为主，印度人也是这样的，先入为主啊。第一个善知识，吉祥云比丘，八十华严叫德云比丘，修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吉祥云比丘跟他说法，讲了21种念佛法门。这21种念佛法门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华严经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诸般圆融啊。”啊，在念佛的这一个法门来讲，念佛是主，八万四千法门是伴。啊，那禅宗禅为主，净土法门也是伴。主没有独一的，任意任何一门都可以做主，其他的都是伴。主伴是平等的，像开会一样，主席只有一个，不是哪一个人一定做主持。可以常常换的，随时换的啊！所以个个都是主席，个个都是伴，这是大乘佛法，美不胜收啊！
真是圆融自在啊，圆融无碍啊。所以这些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要真的学，要好好的培养我们善根，不从善根上修，修用再多的时间，再多的精神，得不到效果啊。所以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啊，走遍世界啊，许多国家地区啊，见到学佛的同学，在家十三夜没走，善根你们有了；出家沙弥律仪没做到啊。你要问佛法在今天为什么这么衰，原因是根没了，像一个树一样根坏了啊。虽然看到有个树在的时候，随时可以打掉，你根烂掉了，你这怎么办啊？所以最近这些年来，我们总是到处劝导，希望大家重视扎根啊，千万不要分《弟子规》是儒教的，我晓得干什么？《感应篇》是道教的，那你就错了。大乘教里没有彼此，有彼此就对立了，那是边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们修净土，净土最高指导原则是观经上的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头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这两句怎么落实？小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分量很大，你有时间去看吗？啊，儒家已经把这个事情归纳起来了，113桩事情，就是佛教的根呐。所以《弟子规》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的落实啊。你能不学吗？啊，慈心不杀，落实在道教的感应篇。感应篇里面说了190多桩事情，善恶果报，啊，因果教育。弟子规是伦理道德教育，有这个基础，后面十三业就踏实了啊。在修十三业，你没有儒跟道的基础，十三业没法子学，你怎么学法啊？真学小乘行，十三业展开3000微亿啊，大乘展开84000细细。然后你回头再想想，弟子规展开是不是84000细细？是的。太上篇展开会不会有3000微亿？是的。佛法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没有说我一切皆一，儒跟道是除外的，没这个说法。不但没有这个说法，世间所有宗教都不排斥，那就对了。一切法不离自性嘛，基督教离自性没有啊？
天主教也没立自信啊，佛没立自信，魔也没立自信啊。大乘教里无佛又无魔，觉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魔。佛跟魔是谁？在哪里？在自己心里。自己心里一念觉，佛出世了；一念迷，魔来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真的想在这一生成就，真的想在这一生往生，你的根不能没有。啊，千万不能疏忽根的教育。啊，我们再往下面看，又以善能生妙果，生于之善呢，故名为根。啊，善能生妙果，这个妙果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纯净纯善，心心是变的，这么来的。我们自己心也不善，行也不善，那怎么能去得了呢？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方便戒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的六道众生。佛用这个来戒引的，我们读这个经得好好想一想，这经里讲的哪些我做到了，哪些没做到啊？哪些经文跟我的心行相应，哪些不相应，相应的保持，不相应的还要改进，这叫真修行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古人讥刺我们呢，就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你就晓得，口念弥陀，心是弥陀，心要善才行啊！啊，心里没有弥陀，口念弥陀没用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虽然说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没错，善导大师讲的话。啊，我当早年在台中，李老师告诉我，他不说别人，说我们台中莲社，我们自己的莲友。啊，莲友人多，真正往生的万分之二三呢。莲友当中一万个念佛的，真正往生两三个。什么原因？善根重要，有善根的没有不往生的。啊，没有善根呢，那就这一生当中啊，阿赖耶里种个种子，有好处，不是没有好处，但是这一生不能往生，还要继续搞轮回。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啊，所以他能生妙果，能生欲善，就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这善根生的。你说这个善根多重要啊？能不修吗？大乘教里面讲的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不但是这世间法不贪呢，出世间法也不贪啊。你是要断那个不善的根，不是叫你换对象，你换对象错了啊！告诉你，佛没有法，佛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所说的一切法叫方便法，真实说不出来。
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那是真实的。啊，但是这假东西啊，能够把你引导到真实，所以这个假的也很管用。啊，假的搞明白了，假的放下，真实就现前。放不下呢，放不下那就永远在假的。啊，《金刚经》讲过度嘛，要发育者嘛。啊，我们说发，实际上人不懂。啊，小船，渡船，你渡船，船就是佛法工具，到达彼岸了，你的上岸呢、啊，你还留在船上，舍不得这个法，你永远上不了岸呢、啊。啊，到达彼岸的船就不要了，这法上因舍就舍掉，啊，何况非法，你才能上得了彼岸。佛法怎么可以执着呢？啊，佛法怎么可以具有呢？不可以啊！啊，我曾经见过，有对佛法很执着的，啊，执着什么？经书，收藏佛经，当宝贝啊！啊，他那个书房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啊，我去拜访的时候，特别打开来给我看，藏着珍贵的版本，啊，唐朝的本子，宋朝的本子，珍贵的版本。这个法师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书里头的蛀虫，他爱那个书吗？放不下吗？他死了之后来生投胎，就是书里头蛀虫，就投胎去了。你是找不到狗，还有爱佛像的啊！佛像从前木头雕的，啊，都是很好的木材呀、啊，啊，再贴上金啊，啊，佛像。那佛像被老鼠咬破了，老鼠在佛像里面做窝。收藏佛像的人，爱好佛像的人，将来死了以后就到佛像肚子里变小老鼠去了。人到哪一道？谁决定呢？自己的爱好，就是自己的坚固执着，他到哪里去了？所以佛，你看释迦牟尼佛高明啊！啊，当年他老人家在世，啊，他没有建道场，他也没有供佛像。啊，每一天树下一宿，记住，树下只能住一宿，第二天搬到别的地方去，就怕你又贪恋这棵树。啊，贪恋这棵树麻烦呢，像他死了以后，这树底下有蚂蚁什么，哎，他就变成这个，这个东西很讨厌。啊，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要知道他的用意，知道他的苦心。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佛的无尽的慈悲啊，对世人的爱护，对世人的这个视线当中无微不至啊！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老师常常叮咛的说，要学佛，叫学释迦牟尼佛，这就对了。啊，他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为我们宣说净土这个经典。啊，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几千年来，啊，我们想得到一个最完美的汇集本。啊，终于在夏老师手中完成。啊，我们可以说是第一个得到，啊，很不简单的，这佛菩萨安排的呀。啊，黄念祖老居士是夏莲老的传法弟子，
也就这一个人了。啊，我们有缘遇到。啊，有缘请教。他大概大我十几岁。我原先以为他很老，结果见了面的时候，他不是很老。啊，大我十几岁。啊，李老师大我二，啊，大我30岁，30多，39岁。啊，李老师大我39岁，祖父辈。我原先以为夏老居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跟李老师年龄差不多，我结果小很多，这见面时候才知道。啊，行，能生于善啊。那下面呢，这就具体给我们说出来，妙果是什么呢？戒得金刚那诺延伸坚固之力，真妙果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金刚那诺延伸呐，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前面读过啊，啊，决定不止32相，80种好啊，善根能生妙果。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不长啊，啊，要认真努力修善根，到极乐世界是善果庄严啊，啊，你真肯修啊，你真有把握去啊，啊，很多人往生没有把握，求这个帮助，求那个都不可靠。求自己最可靠，求自己是往生的时候自在，欲知时知，不生病，啊，站着走，坐着走，啊，讲经的人在讲台上走，讲完经跟大家告假，我走了，你看这个多自在，求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呀，啊，靠人靠不住啊。佛在经上常说，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啊，谁也不能帮助谁，这真话啊。但是临终念佛是缘分，遇到的时候啊，我们跟他结个缘，帮他一把，他有善根真的往生，他没有善根也中了善根啊，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遇到净宗他会成就啊，通通是好事啊。啊，那么这是第32愿啊，下面老居士为我们解释引景心法师称之为深得坚固愿，啊，金刚者梵语巴哲罗，或者说法哲罗，这是音译的，不相同，很近似啊，这是梵文音译，翻成中国意思叫金刚。三藏法术第五卷里面说，金中最刚啊，故曰金刚。啊，这个金是金属，不是指黄金。啊，金属，金属里面最坚硬的，这个刚是坚硬，啊，最坚硬的就称之为金刚。又大藏法术41愿，梵语巴哲罗华严金刚，此宝
出于经中，色如紫阴，百炼不消，至坚至利，可以切玉，世所稀有，故名为宝。这卦符里的说，即金刚石，啊，素云钻石，啊，那金刚钻钻石，硬度最大，啊，这是宝石里头的一种。啊，现在在这个珠宝里头也是价值最高的。啊，它的硬度很硬，啊，所以通常来切玻璃，啊，切玉，啊，用这个来做工具，啊，这是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在极乐世界，你所得的这个身体，啊，金刚不坏身呐，啊，这是讲体质啊，啊，那相好更是美不胜收，啊，无量光无量寿啊，啊，这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体，啊，金刚不坏身。这个身是很脆弱的，啊，这身从哪来的？从烦恼妄想当中来的。啊，极乐世界你所得的身相不是妄想来的，是自信。清净平等觉里面流露出来的，同时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无比的殊胜呐！十方世界找不到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对阿弥陀佛的感恩之心油然而生啊！啊，才真正能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慈悲，达到极处啊！啊，中国古人讲“止于至善”。这四个字用在西方极乐世界，那非常恰当；用在其他地方，那是赞叹。不见得是事实啊！西方极乐世界，事事物物都可以说是止于至善，就善到极处了。啊，这到究竟圆满了。又金刚者，金刚属之解明，啊，这个金刚属是武器，啊，兵器，金刚神手中所执者，执者，啊，《大日经》这《大日经》是密宗的根本经典。啊，里面有解释。啊，发者了就是金刚术，原为印度之兵器。啊，密宗以之表坚利之志，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佛法里面一定要懂得它表法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智慧。啊，智慧就像金刚术一样，能坏一切兵器，
一切兵器不能破坏金刚杵。这表示什么？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能断世出世间一切烦恼。这世间有烦恼，出世间有烦恼吗？有。啊，出世间这个世是以六道，出了六道之后，有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啊，这个四法界都叫做出世界，它有起心动念，它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啊，由此可知，执着是最麻烦的。没有执着了，你就出六道了。啊，六道就没有了。没有妄想分别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十法界才叫做圆满。啊，才叫究竟圆满。啊，那个法界叫一真法界，为什么？它永恒不变。为什么不变？它没有心意识。啊，佛说的好啊，能现境界的是心啊，真心自性啊。啊，心性现的境界它不会变的，会变的是什么？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就会变，所以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分别执着少，它变化不大。六道里面呢，那个执着太严重了，所以变化非常大。啊，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念念不相同。啊，染我是这个染净啊，善恶全是混杂在一起。啊，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净中有染，染中有净，这是六道轮回的现象，不能不知道啊！啊，你知道是吧？你才心平气和了对待。啊，你一点都不会浮躁。啊，完全用智慧，你不会用烦恼。啊，用烦恼造罪业。啊，用智慧度烦恼啊。度谁？度自己啊。这人首先是度众生，先度自己众生啊。啊，我们身体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生啊，我们念头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通通是众生啊。这个啊，这是表法啊，代表啊，这个金刚多半都是代表智慧啊。我们是以前学《金刚经》，讲得很详细啊，金刚般若。下面又《人王经》，念持仪规上啊，这个上是上卷，它上下两卷啊，手持金刚杵者。这叫金刚身，表其正智，犹如金刚。啊，手上拿金刚杵，什么意思？表示正智啊，不是邪智慧呀。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即佛法。他的高明，你是如果了解，你就不能不佩服。
啊，释迦牟尼佛教学，我们现在人讲，他懂得艺术啊。啊，这是世尊无比殊胜的智慧表现出来的。啊，在佛家里面叫表法。特别是在密宗，啊，密宗是世尊对当年印度古老的这些宗教，他们所崇拜的一些神明，你看，佛没有破坏它。没有排斥他，啊，佛把他安上一个意义，全都变成佛菩萨了，这个高明，啊，就等于说全部把他收编了，都是我们自己一家人了，啊，那么在贤教里头。最明显的，你看，诸位到这个佛的佛门道场，你一进山门呢，你都看到四大天王。那四大天王是印度古老宗教里头的，哎，释迦牟尼佛把他招来了，啊，招来干什么？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学，啊，请他们做老师，啊，释迦牟尼佛校长把他们请来当教员，放在大门口。四大金刚，啊，成为四大金刚，那金刚就是明王。啊，你看东方，啊，佛给他安个名字，持国天王。持是保持啊，国是国家了，啊，变成国家的守护神呢。他用什么方法来守护呢？他手上拿的琵琶，琵琶是弦乐器，代表什么？代表中道智慧。啊，你看琵琶弦松了，它不响了，弹不响了；太紧了，它就断掉了。啊，一定要调到适中，恰到好处，音色才美。代表我们中国讲中庸之道，佛法讲呢中道，啊，用中啊，啊，那在中国这个中字下面又加个心字，那就更意思就更深了，啊，这中表什么？你看那个意思，你就体会到古人造字，心。不偏不斜，不迷不惑，那才叫中啊！中是真心啊，中是至诚啊，表这个意思啊！啊，那个琵琶就代表这个意义啊！你要用中术，就能治国，就能平天下啊！唯有中。才能用术，没有中，你不会用术。这个道理多深呢？这个都是印度古老宗教里的神啊！释迦牟尼佛请来，来教我们啊！你看，加上名词，加上解释，啊，南方增长天王，啊，增长是什么？今天讲求进步啊！日新又新，啊，就取这个意思。
不断的要进步，进步，你看他的表法的是见，见是智慧之见，我们叫快刀斩乱麻，是这个意思。唯有智慧，才能真正提升你的德行、能力、才艺，才能帮助你向上提升啊！没有智慧不行啊！第三位，你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就是说用什么方法能够完成前面这两个任务？一个是护国，一个是增长，帮助我们天天求进步，日新又新。后面两个条件，多看多听。广目就多看了。多闻就多听呢，多看。广目天王手上拿着龙，或者是蛇，龙蛇代表变化，人心都变了，人事都变了。不管怎么变，它有个不变的。这右手拿了个珠子，那珠子是不变。一不变应万变。那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仁义，永远不能变的。仁就是慈悲。义的是起心动念，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你掌握到这个原则，你就能应付这些多变化的世界，多变化的人事。最后北方天王多闻手上拿的伞，伞是什么？今天讲的环保啊，防止污染啊。从前伞是伞盖你看出门的伞盖，伞盖是什么？一方面遮太阳，一方面遮灰尘，防止染污。因为古人穿这个衣服你说这个做官的富贵人家都是绫罗绸缎他那个怕污染所以有伞盖讲究环保那讲环保就头一个说如何讲究心理的环保有环保的时候它就是清净嘛。那我们这个学佛的时候，清净心摆在第一了，身心要清净。你看四大天王从神道教里头请过来，摆在四王殿里头，你看起这么大的教学作用。所以佛教是教学，那是教学的艺术啊。你了解之后，他一点迷信都没有啊。所以现在人都不懂。一味都是做神教，就拜神明，你这冤不冤枉？老师释迦牟尼佛一番的好意，被后人起了这么多误会，给老师这么多的侮辱，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当中供的是弥勒佛。弥勒佛是慈悲也。大慈大悲也。说的像布袋和尚像。布袋和尚是宋朝宋高宗的时候出现在浙江奉化。他走的时候自己告诉别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的。说完之后他真的就走了。你看那么自在他就往生了。这是真的。说了不走是假的。
说了就走是真的，你知道他身份，他已经不在了，所以中国弥勒菩萨通通就造布袋和尚像，跟印度小乘跟西藏的弥勒菩萨不一样，他们那边造的像大概跟观世音菩萨大士这很相似。唯独中国弥勒菩萨造布袋和尚像，这是特殊的缘分，这个像表法非常好，布袋和尚肚子很大，表示大肚能容，能包容，笑口常开，你看摆在山门的门口，一进门一看到，第一眼就看到他，你看他多欢喜迎接你。所以我们学佛要学弥勒菩萨了。在头一个你面对着他，你要学他那样的欢喜，学他那样的包容。否则的话，你进不了佛门了。进佛门要包容，进佛门要欢喜。把你的烦恼习气要洗得干干净净。所以佛法里头样样通通是表法，连建筑都不例外。你看大殿，你在外面看两层，两层代表什么呢？佛说一切法，不立两个原则，真俗二谛。所以你外面看是真俗二谛，里面呢真俗不二，是一如，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两层。全是表法的，全是智慧，你都通通能够明了，能懂得，你在那里转一圈，你已经学了很多东西。心浮气躁走进去出来，心平气和，一句话不说，全都交给你了。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艺术化的教学，佛门做到了。几千年前就做到了，不是现在啊。现在人讲究艺术，讲不过释迦牟尼佛了，还差很大一大截了。所以是金刚杵就代表智慧，代表正知，又如金刚杵呢，有金有银有铜有铁，还有石头。还有水晶，还有发陀罗木，也有用木质的，这是讲属的种类，无量种质不同，佛门里面的护法，金刚，韦陀尊天菩萨，手上拿的就是金刚杵，地舍之属乃金刚所成，这是讲第十天，忉利天主，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国外有一些宗教称他为天神，称他为上帝，称他为天主，几乎多半都是忉利天，又支持金刚杵之历史，称为智金刚。简称金刚，那么这是指一般的护法神，
这里头含的意思，护法重要啊！啊，我们常讲啊，佛法能不能在世间发扬光大？所谓正法救助啊，普利人天，这一桩事情做主的不是弘法的人，做主的是护法的人啊。所以我常说啊，护法的功德比弘法的功德大。护法是校长，他办学校，弘法的人是教员啊，校长聘请你到这个学校来教书，你所学的东西才能施展。如果他不办学校，他不邀请你，你没地方施展你教学的抱负啊。所以国家奖励他，不奖励你教员，奖励校长，你学校办得好，你对社会有贡献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那弘法的人呢，弘法几十年之后，我过去常常讲，我们学到学佛法40年之前一定要学好，40到60这要弘法当教练，60之后呢可以做寺庙的住持当护法。你要晓得住持是护法啊，就三执事啊，这个当家师啊，这个维诺师啊，首座和尚都是护法啊。就像学校校长啊、教务长、总务长啊、训导长，他们是护法啊，他们地位在弘法之上啊，一定是弘法的人退下来之后做护法，他才内行啊，他才晓得弘法的他需要什么，才能做得好啊。如果你一无所知啊，完全不知道他所要的啊，加以种种限制，他很苦啊啊。所以现在弘法的人非常辛苦啊，要受很多委屈。为什么护法人不懂啊？你不受委屈，你自己不能成就啊！走释迦牟尼佛这条路不好走啊，太难了 啊！老师只是指路啊，路是要靠自己走的啊。我学佛三个老师指路啊，那指的是明确，没话说的啊。走路要有人护持，我要遇不到韩馆长，今天讲经的就不是我了啊。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还俗，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听从我们寺院里面的住持当家跟我建议，学经忏佛寺啊，去赶经忏去，做法会去啊，这个寺庙里的欢迎啊，讲经寺庙里不欢迎啊。我是比在这条路上啊，啊，遇到韩馆长这一家人，东北人啊，有一点侠义的作风，看到我这个样子，替我打抱不平，那怎么办呢？就叫我到他家去住啊，他帮我找讲堂啊，租地方借地方，所以常常换讲经地点，常常换，
用租借的一个讲堂的话，大概只能两三个月，常常换地点，可是讲经没中断，李老师以前提醒我，讲经不能中断，中断就生疏了，以后就退心了，所以他举两个例子，打拳的，练武的人。天天要练，不练，筋骨就僵硬了。唱歌、唱戏的人，天天要吊嗓子。同样讲经的人，天天要上讲台。没有讲台，半个月、半年不上讲台就完了，就完全生疏了。就教我这一桩事情要注意，要常讲，而且最低的限度告诉我，一个星期不能少过两次，就上讲台。我在讲台几乎是天天都有。30年没有中断了，这是韩馆长他老人家的功德了。也受了很多委屈，我们才能有成就，30年奠定的基础，那是不是有个容易事情啊？遇不到他哪行？没有了，那么他的护持，他是听我讲经。我每一次讲经，他一定到。是货，真懂得了。知道我们的需要啊。很难得，他的先生、小孩都能配合。得到这么一家人拥护。没有寺庙，住在家里。这外面干扰就少了。你家庭啊。我在他家住17年。不简单的。以后我们才有个小小的图书馆。我就请他做馆长。所以我常常告诉别人，我一生三不管，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这三桩事情是还馆长管，我专门是读书讲经，其他的都不闻不问，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你真讲的不好，这李老师说的，人家提起来笑话笑话就是了，真讲的好呢，那嫉妒障碍全来了。造谣生事的，你通通会遇到，不能避免的，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这些磨难魔障，你必须要能够通过。所以真正成就有毅力有决心，在自己家里是可以成就的。所以世尊当年在世，把护法的工作付托给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这很有道理。唯有他们才有实力，国家护持那什么话都没得说了，真正办几个好的佛学院，培养几个好老师，一个国家能够有10个好老师就不得了了，
啊，尤其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高科技，啊，用卫星来教学，用网络来教学，人虽然少，收的效果很大。啊，走这个路子，这是方东美先生教我的。啊，那最早年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这个工具好啊。如果用它来教学，那收的效果大，把佛法送到每个人家庭里面。啊，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懂得了，老师教了，不敢想啊，这个花钱太多，到哪里去找钱呢？啊，所以我们这些卫星网络。都是在家居士们他们提供的，他们去经营的。啊，我们用网络将近20年，啊，用卫星也有8、9年了。啊，03年元旦那一天开播，啊，再过几天就。2011年了，啊，89年，啊，所以这一段期间影响很大，啊，关于大乘经教，我们依教修行，对于经的义理。体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啊，希望把这个经的时候，尽量把它讲透。我们相信，世尊末法9000年，众生能得度成佛的，就靠这一部经。啊，也是因为灾难。太多，这一部经得一切诸佛如来的护持，龙天善神的拥护啊！啊，经典所在之处，这个地方就会很就少灾少难啊，去选择在这个地方啊，把这部经完成。然后我们再继续讲《华严经》啊，《华严》是无量寿经的细讲啊，《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这古大德讲的啊，清朝乾隆年间。彭吉清居士说的，啊，那个大居士也是了不起，是菩萨化身，啊，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他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三部经。是一部，世尊介绍的简略不同，啊，细说是华严，啊，略说是无量寿经，啊，小本便于早朝暮扩诵，啊，便于受持。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啊，那么到近代，啊，我们的老师，啊，张家大师、夏莲居老居士，啊，黄念祖老居士，都为我们证实。
啊，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所以至金刚神啊，它代表的这个护法，金刚般若来护持。你这个意思多深呐、啊？表这个意思，行踪记22卷说的，金刚者即侍从第四，手持金刚杵，应以得名。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表法的一句啊，看到佛菩萨。他的侍卫啊，保护他的这金刚神拿的金刚杵啊、哦，你就晓得看到这个样子，你就知道金刚般若护持正法，不是别的啊。那我们自己要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乘菩萨所修的六波罗蜜，表现在前面五，前五是四啊。表现在放下，布施是放下，表现在持戒，表现在忍辱，表现在精进。表现在禅定啊，禅定就是一心，心有主宰，不会被外面环境干扰，不会被外面环境动摇，那叫禅定啊。禅定不是盘腿面壁修定，那你搞错了，那个定管什么用啊？那不管用啊，禅定是应付事情啊。啊，应付再复杂的事情，心里头如如不动，看得清清楚楚，那是般若智慧。啊，如如不动就是定功啊！啊，你才能解决问题。啊，你才像现在这个世间上，你才有能力化解冲突，你才有能力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和平。啊，所以他前五是思想讲的，最后一个是理上，是智慧。智慧完全表现在前面五个。啊，布施用财布施最少的钱，做最大的事情。啊，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救国家，救民族，救世界，救地球。他智慧才行，没智慧不行啊！啊，你要不会用，你今天拿几十亿、拿几百亿，啊，去建个大佛像、盖个寺庙，埋在土里头，不起作用啊！那钱埋在地下了。啊，所以我在这几十年当中说，我讲经的时候说过、提到过好几次。啊，21世纪的道场不是寺院，是电视台，是网络，是电视台。要用这个方法教学。那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培养师资。啊，这些都不难呐、啊，老师太难。一个老师不够啊！啊，至少要有10个，不能再少。啊，多多益善。啊，能够有50-60个，那世界就有救了。啊，老师还都要修苦行的。啊，你说我来护法。
我让老师住得也好，吃得也好，样样都好。老师娇生惯养，以后通通变心了，都搞成贪嗔痴慢了。你很好，你把这些老师，他本来是佛菩萨，通通把他搞到六道轮回里去，再加一点功夫，送到三恶道去了。这大有可能呐！所以会供养的，要叫老师吃苦，要叫老师彻底放下，无牵无挂，一心在道，住小房子，能遮蔽风雨可以了，吃很简单的东西，一天一餐就够了。顶多两餐，现在粮食危机，我们能省一点，这是我们对粮食危机的应对的方法。所以我现在晚上不吃了，人家问我你是不是吃午，不是的。为什么？因为粮食危机，我现在就要做准备。真粮食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一天吃一餐。我在过去一天吃一餐吃过5年，我老师一天吃一餐，李炳南老居士一生，我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40年前，他老人家这个生活，在那个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台湾钱60块钱，或美金的1.5块，他的生活费用，他有收入啊，他兼很多差事，他收入大概一个月估计的时候收入400多块钱，很好的待遇但是他每个月生活费用60块钱，其余的都拿去做慈善事业，没有积蓄，那给我们做榜样。我学他老人家，一天也吃一餐，我吃了5年了，但是我比他吃的多，他比我吃的少。我一个月生活费用要90块钱。他要60块钱，我就没办法赶上他。人要学得吃苦。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教给我们两桩事情。阿难尊者问：第一个，以戒为师，要受戒律；第二个，以苦为师，教这么两句话。真正佛弟子。要持戒，要能吃苦。能吃苦是你欲望就放下了，不能吃苦，欲望提升。那就是作为现代人所说的佛学家、佛学的学者，就是这样身份，不是真正学佛，但是搞佛学的。佛学跟学佛是两把事，完全不相同。把佛法当作这个经典，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还是搞名闻利养，还是搞贪嗔痴慢，这是佛学。这是世间法，不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做到。佛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佛的教诲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那叫真学佛，那管用。不一样啊。所以你是学佛还是佛学，自己要很清楚。真要学佛，那这三个根不能不杂，没有这三个根，没有戒律，你是搞佛学。
也能够拿到博士学位，在这个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名教授，著作等身，上讲台天花乱坠，有成就，但是搞的是世间法，还是搞六道轮回，真学佛超越六道轮回，不一样。要吃人一般人不能吃的苦，要受一般人不能受的侮辱。磨练自己的根性才能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